许天团苏打绿日前爆出因吉他手加凯单飞，因而和团员闹翻，甚至和清风都互相取消追踪。然而清风四日发长文松口谈退追踪的原因，他开头先是说到道听途说的谣言不攻自破，接着透露六个人真的没有吵过架，却被新闻写成闹翻失和，直呼不经求证的新闻我真心非常瞧不起。接着透露退追的主因是因为在二月觉得加凯白目，所以就翻了个白眼，顺手 unfollow 了他，某种程度也是要交情够好的人才会发生的行为。最后甚至喊话不准你们欺负刘加凯，只有我可以，那些胡说八道的我天笑等你现世报，对于近日的谣言一一做了澄清呢。Bye.